那么聊了这么多，来到我们的主场，当然不可或缺的还有我们 Angels 带来的精彩演出，一起掌声欢迎富邦 Angels。掌声送给富邦 Angels。 在欣赏完 Angels 的演出之后呢，要来邀请所有现场的球迷朋友准备来将我们的目光一起看向外野的大荧幕，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晚的富邦悍将。